你救不救？怎么会退坑？哎、欸，他真的好喜欢解摔哦！哇操嘞，你当我白痴是不是？你信不信？你等下会被我退坑退爆？你信不信？你会被我退坑退爆？你在给我解摔？你在给我解摔？放个口音，马甲甲看你俩，不是马甲甲，马甲甲。这是谁啊？这也没看过。噔噔噔。噔噔噔噔。这个拉西罗是谁啊？没看过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插盒靠呗，慢了。哎，那个靠腰。妈的！喂，我刚是按住 BS， 他刚画面停一下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跟你讲，我的 BS 变得普通的 BS 啊！你妈逼啊！第二时间后后啊！还要 B 闪的，你还敢不解摔？干你娘！哎，刚那个弄到角落有点衰，我他蛮喜欢解摔的，我走过去摔他都会解。妈，你信不信我走过去退坑？干你娘！你信不信我走过去退坑？哎、欸，他真的好喜欢解摔哦！我操嘞，你当我白痴是不是？你信不信？你等下会被我退坑退爆！你信不信？你会被我退坑退爆！你在给我解摔！你在给我解摔！你他妈当我当第一天玩快打、啊，当我第一天玩快打、啊！我靠，解那么多摔，后摔刚好死，不会死，死了！干你俩差一滴！哎呦，一滴龙座池吧！你不敢解了啦，我知道啦，你不敢解了啦！你当我第一天玩快打、啊。这个就叫当肉好吗？这个就叫当肉，所以我刚说比赛，我刚一下就当肉完 Mana RD， 我不是说笑的，对吧？我不是说笑的。我说如果说我是 Robo TV， 我早就已经改完了。靠腰靠腰，我没确认，我的错我的错。延迟，我刚要延迟凹的，我知道他可能会延迟摔，我刚要延迟凹的。啊，这边就稳一点。这个也太稳了吧，有个龟的他妈的。那插盒没插。有了，噔噔，噔，奈斯，不是好没死，要死了啊！这死了，这没死，我真的他妈的，哎，靠背哦！哇，操嘞！一滴是误差值啊！哎、欸，救命！救命！哎、欸，我空对空对空啊！刚刚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！还好，还好！啊！ You win. 我该空对空啊！我该空对空啊！我反应慢了一咪咪，他刚刚那个跳啊，我后跳清楚，他死了，还好。哈，他延迟坑，我直接速点，我不他妈不管他，我直接速点，他延迟坑啊，他猜我延迟解，我没血了嘛，他延迟坑是 OK 的，我刚刚那个最后我就速点了，他妈的差了一个没，这卡琳的绝招打不死人，这个卡琳很容易死掉的，真他妈的这个绝招，哎、欸，这个人真的很喜欢解摔，你信不信？我真的要再走一退坑喽。你他妈的，你真的是他妈解摔哥啊！哎、欸，我盖头啊！第二时间后后，哇，这个人他妈的按的真的有够保险的，这个到底是谁啊？这打的有个龟的！哎、欸，我按解了啊，完了，这没事，这个要 V 反了，这要出去。就是靠腰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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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六六二 MP 的，我六六卡住了，哈、
一个神龙，看你俩没压到。这灯没救了，靠！要王必反的，哎呀，王必反的，机会来了，信不信这几个这是个机会？哎，哇！我应该延迟康的，我想说他可能会解摔，哎呀，我应该延迟康的，延迟康这是最保险，哎呀，我刚刚这个失误，也不是失误，选错了，哇，他可能会解摔。可惜呀、啊，他不敢解。我操，你怎么还敢解？我兄弟，我退你他妈三次康了，你怎么他妈还敢解啊？这个人他妈有毛病，这个真的有毛病，这个人。跳跳跳跳跳火发波啊！靠摇。OK OK， 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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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火发波跳火发波。你真的是他们很喜欢解摔啊！哎呀！哎，不是吧？啊！最后选错了，最后被凹一个，最后被凹一个，这个就没办法，这个就是最后选错，然后他的资源全交了。我最后应该的确应该防一下凹的，真的，这就是我选的太嚣张了。我就是想说，我觉得他可能会又要解摔了。谢谢咖啡Magic的抖内，你他妈的怎么还敢解摔啊？你到底有没有问题啊？主播会不会因为模仿被 ban 台？嘻嘻，应该是不会啦。我这个人他妈有毛病，这个人真的有毛病。我走过去摔他，已经退坑这么多次，他还敢解摔，是真的有点奇怪的。哇靠！找到用轻攻击压，我刚本来想用轻攻击压的。靠腰，哇！二人可以踢风一下哦，好像有道理。正一啊，你不敢凹了。第二时间凹。哇，这样没去到！我知道你要放了。哇，我二 N K 啊，我二 N K 啊！后追刚好死。说实在的，这场博弈，这一次的心理战，他妈的，这个人就是头铁。就正常来讲，这个程度的是不可能会一直中那个招式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我都觉得他中到有点丢脸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他妈的，我就想说，我走过去摔，他一直解，一直解，我退康起码成功几次，四五次有吧？四五次有吧？他还是一直解，哇，这个受不了哎、欸，这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强不强了。这有可能是逆向心理战的、啊，就有时候我说过，高手之间有时候会有逆向心理战的存在。他妈，这个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他妈真蠢还是真逆向心理战的，真受不了这个。